那什么？啊？不要当助攻员，不需要那个。你没当过啊？我们三个都当过。好好好。嗯。哇，这么重啊！好远啊！阵容先啊！那如果像打挂这样输，也要打到是膝盖上。给他们先攻，他们先攻好了，我们看起来阵容比较坚强。哎呀！来来来来接住了，什么？啊，被摸到了。抓到，抓到了，他没有打。被摸到了，他没有打。排球系，刚打四次了，很难得了。排球系，
地方不会增加。你是保有不被人家抢到。太难了，好远，盲测了。
只要有练过棒球或篮球的才知道。上面也蛮有风景，就上面玩。等一下球上去这样。我们的球啊。他们的球。哎，你在干嘛？来，打了。哦。四分，11-6，拉开了。11-6，拉开僵局。啊！破！破破破破！又来了，僵局。啊！破！摸到了。我摸了不是出去了，不要到这边跑来。哎，你找好底气。一。好啊，得一分也好，12-6，我们要拿小分策略。战况，我们要发挥年轻球员的威力。
哎呀，被摸到了，摸到了、啊。对。然后球拿不稳就随便往我们这边场中打过来。哦。那拿不稳怎么打、啊？不能被摸到啊。好啊，打中黑，打中黑到。打中打打打打。哎呀，不要打了，不要不要被严密包保一定不用打。摸到从这边开始打啊。好的好的。没人帮我守箭。而且，哎，我开始这个没跑。对，你出去后没跑。我开始这个没跑，没错啊。喂，好不好？那边开始，那边开始。